管正，二。我有话要跟你说。我也有话要问你。那我先说，我今天有点生气，不过这会儿已经好了。啊？就过去了，我不生气了。不过你以后离他远点啊，我又不是每次都那么好哄的。你在说什么？我说完了，到你说了。哦，今天你走了之后，我发现我丢了个东西，我想问问你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怀疑我偷你东西啊？没有，我就是想问问你看没看见，是一个黄色的袋子，那是我和沈君山从日本人手里抢过来的，很重要。没看见。知道谢良辰早晚会把你赶出来的。哎，吵架了？你现在这个情况我一眼就能看出来，你是剃头担子一头热，单相思，自作多情。你有完没完？没完。用不用我给你支个招？用不用？说。你看看你现在啊，每天跟个哈巴狗似的跟着人家，他回北京你也回北京，他有危险了你就逃婚回来保护人家，毫无个性。这要是我也不会喜欢你这样的，一点挑战都没有。这么说好像有点道理，是不是？那我该怎么办？我也不搭理他。不能不搭理，有竞争才会有进步。你现在要做的是找个女朋友，每天在她面前秀秀恩爱，让她吃吃醋，她就坐不住了。说的早容易。哎，你一时要是找不到没关系，我可以帮你。你呀、啊？嗯。算了。干嘛，顾远真？我认真的。哎，你认真考虑一下嘛，我一个大姐。iQIYI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。